行政院农田水利署成立到以下一年九十年研究的十万个行业总调度，韩国人民年代就要期盼九合一选举，农田水利署真丰实，为了爱先头反贪腐，提倡廉能的意识，就期盼的廉乡协议做查古的发通，带着民众向下来做数公查古。三溪民众白白草，田墩枝头先生做数公反建。马来马来跟乡了，也来乡前个设施，桥桥啊都是倒下来，过来莫停通。慢慢的都会安。好做，因为他们煮佐料都弄好了，然后我们倒一倒，做组合一下就 OK。数公反建的形式由三期的民众自家设计，每个做模特意的农田水利署平东管理处真丰实，期盼数公反建制作发通，而向农民宣扬反贪倡廉的意识。我们讲到贪腐脏污，都会联想到都是一些污秽的东西，所以我们想说做香皂，让象征把这些东西实际的脏污我们把它去掉，也象征把贪腐脏污腐败都把它去掉。农田水利署平东管理处表示，离选举仍剩到四十六日的时间，农田水利署真丰实已经同非事业用地不同省公开表述组的结果，公告到每个管理处的官名，民众上面总做得清清楚的查到，一百个基层选举也请民众协助向下清化贪腐，勇敢减记非线。下届新闻潘神峰频道报道。